自从 Kia 重返台湾汽车市场之后，它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汽车产品，包含了小型掀背车，还有 MPV 以及中大型的房车。而 Kia 的 Soul 呢，是一款具有个性化的 SUV 车型。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 Soul， 它是顶级款的，它的建议售价是 96.98 万元。在外观方面 ，Kia Soul 为了强调它的一个个性化的氛围，所以它都采用了双色的一个设计。我们今天所试驾的呢，它搭配了红色和黑色的一个对比色，看起来非常的抢眼。那在外观车头部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个 Tiger Nose， 那它是一个比较细的方式来呈现。在两侧头灯，它具备了 LED 的日行灯，而它也具备了投射式的鱼眼主灯。不过我觉得它在灯组内部的设计相当的新潮，不过在灯壳的设计如果再多加一点巧思，看起来会更加的锐利。车头的下半部我们可以看到钢琴烤漆的气坝，而它的设计并非采用一般的网格状，也不是蜂巢状的设计，它是用许多的椭圆形来堆叠出来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造型。在两侧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雾灯的一个配置。接着我们看到车侧部分 ，Soul 虽然它在车侧并没有用太过于复杂的钣金线条来呈现，不过它利用了一个双色的对比设定来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单调。车这部分在最上端，我们可以看到行李架的配置，在后照镜的前端也有方向灯的搭载，它具有电动收折的功能。叶子板的后端还有一组小小的名牌，上面写着 Soul。轮圈的搭载是18寸的轮圈，它具有双色的一个造型，配胎是235/45/18。那从侧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的整体车身高度并没有相当的高，所以我认为它算是一个 crossover 的车型。它也具备了一个相当短捷的车尾造型。最后看到车尾部分，我们发现它依然用红黑色的一个对比色来创造出很有层次感的视觉效果。那在尾灯的排列，它采用直列式的设计，在里面也具有着 LED 的日行灯。在下方也可以看到钢琴烤漆的一个饰板，在两侧有后雾灯的配置。在内装部分，我们发现到 Soul 它采用很多的圆形的元素来呈现它的内装。包含在冷气出风口上面的扬声器，我们也可以看到圆形的一个搭载。至于在门板上的一个扬声器，也可以看到圆形的外框，而且它具有多样变化的气氛灯，它可以透过音乐播放的频率来做一些颜色上的改变。在中央的中控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一组4.多寸的彩色液晶资讯幕，那它可以做一些音响系统的一些操作，同时它也具备倒车显影的功能。在下部分可以看到恒温空调的一个搭载，而在排挡杆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引擎启闭的按键，那透过 Keyless 系统可以直接发动车子。仪表板采用双环式的设计，在中央也配有一组彩色的资讯幕，可以显示行车里程。而在方向盘的部分，它采用三幅式的设计，它在周遭以皮革包覆，在两侧也有快播键，在左侧呢是音响系统，右侧是定速巡航。那在皮革的周围，它也具备了一些车缝线，不过在车缝线的质感，我觉得有升级的空间，因为它摸起来是有一点粗糙的感觉。
在座椅部分它采用的都是手动调整，那在椅面的部分它有透气皮革和皮革做一个混织，在边框的部分它采用比较跳色的一个车缝线来让它看起来非常的新潮。在后排的乘坐方面表现，首先一样将前方调成我正常的坐姿，那以我178公分的身高，我的膝部空间大概有将近一个拳头的距离，而在头部空间相当的宽裕，它大概有一个拳头加三个指头的距离，因为它高车顶的设计，所以创造一个相当好的乘坐表现。而在下方地板的部分也可以看到果岭式的地板，那让你的进出动线相当的方便。在行李箱空间表现方面，首先它在行李箱的开口高度其实是有点偏高的，而打开之后其实它的置物空间表现也并不是那么的宽裕，如果你要放置大型的物品，你只能透过60分立椅背倾倒的功能让空间更加的延伸。在主被动安全部分，Kia Soul 它搭载了循迹防滑车身动态稳定系统，另外它也具备了斜坡辅助还有胎压侦测的一些辅助系统。而在被动安全部分，它有6具气囊的一个呈现，来提供相当好的一个行车安全品质。现在试驾的是 Kia Soul， 那它搭载的引擎是一具 2000cc 的双凸轮轴自然进气引擎，最大马力154匹，大概在6200转的时候产生，最大扭力 19.5 公斤米，大约在4700转的时候达到峰值，搭配的变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变速系统，那在方向盘的后方并没有换挡拨片。那么这组动力当我们在市区行驶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在市区起步的过程当中是相当的轻快的，那可能是因为它齿比的一些配置让它在都会区来说有相当轻盈的一个表现。那它在方向盘的部分采用的是电子辅助的设定，同时它也具备了3段的调整功能，它包含了 Comfort、 Normal 还有 Sport，前面两个模式之下，它基本上都是提供比较轻手的一个辅助。那唯有在 Sport， 我们可以稍稍感受到它在这个转向的阻尼上好像有一些些的增强。不过整体来说，它都是带来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转向回馈反应。那么在悬吊系统的反应方面，觉得Soul它的整个的底盘扎实度其实还是相当的不错，有那么一点欧系车的一个味道。不过它在后轴的一个弹跳的抑制度来说，其实还是有待于加强的。那么其实这样的底盘搭配上这样的一个方向盘设定，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模棱两可的，因为它的方向盘转向辅助太过于轻松。那即便它有一个很好的底盘，那可是开起来的感觉是那么有一点不搭嘎，那也不会让你有太过于放心的去转向的一个动作。至于在隔音表现方面，其实Soul它的隔音表现还算是蛮不错的，纵使它是一个掀背车的造型，那以往我们所试驾到的一些掀背车，它车内会有比较强烈的一些共鸣，那在Soul的方面，它其实这方面的问题没有那么的严重，那包含引擎的防火墙隔音也做得相当的不错，唯有当引擎的转速扬起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精致的声响产生，
不过那个转速率是一般的大众比较少运用到的一些地方。整体来看 ，Kia Soul 这台车子，首先它在外观方面，它具备了非常特别的设计，包含它的一些双色呈现。而在内装上，它也运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来提供年轻化的氛围。那纵使它的售价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亲民，不过它所带给你的一些特立独行的感受，在享受路上行人的注目里，这是其他车子很难带给你的。那么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